海边发现个密洞啊，这深不见底，嘿，还是算了吧，咱们去赶海吧。刚下来就发现只小小的海螺壳，身上还带着刺啊，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。看，大螃蟹在这卧沙呢。哇，你看这个头有没有一斤重啊？水坑里看到一只斑马虾，收了啊！你看它的腿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呀，又发现一只大水母，搁浅在岸边的水坑里啊，一般浅水区是看不到的。这个河豚啊，不敢要。它虽然好看，但是它有剧毒，这个头挺大的。小河豚还是挺好玩的，你看这小眼神，喜欢的小伙伴打个666。快看快看，打架了，厉害了我的小螃蟹，大钳子把小鱼拿捏的是死死的。这个活的银鲳鱼没见过吧，这小嘴巴你看一直在巴拉巴拉的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去，一只赤眼红啊，来吧，给你洗白白，带走。赶海啊，过瘾就完事了。看看这捡的派大星全部做成标本，送给点红心的小。大海又退潮了，带着咱小伙伴上车抓海鲜去。发现一只小鲍鱼，哇塞，好漂亮呀，它的肉好软啊，好滋润啊，带走。发现一条龙尾鱼，也祝小伙伴们年年有余，年年发大财。哇塞，好漂亮的螺纹螺呀，这么漂亮的螺纹螺能否换你个双击和关注呢？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呵呵，看看好多的银鲳鱼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太过瘾了。这个梭子蟹眼看就要睡着了，呵呵，收了。昨天有小伙伴说，如果能让八爪鱼钻瓶子，给我点100个小心心。小伙伴你在吗？这个家伙叫松江鲈，样子长得怪怪的，你看这身上麻麻赖赖的，这个鱼鳃附近是橙色的。发现这大海里的推土机啊，给你们看看它的肉肉，哇，这么多沙子呢，把它搓干净啊。哦，好，刺水了，这是个海螺壳呀，还挺好看的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。你看这俩皮皮虾呀，这是在干嘛呀？太活泼了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啊。不打扰了，在这个石头底下发现了一只派大星啊，这个头还挺大的，夏天挺多的啊，带回去啊做个标本。这个大水母味道是非常的好啊，跟个大果冻似的，晶莹剔透的，特别特别的Q 弹。在这条搁浅的大鱼身上看到了好多的沙滩蟹，这些日子风比较大，这就是大自然。这大海啊是我家，环境靠大家，碰到垃圾啊随手带走，捡完垃圾咱们就出发了。哇，好大的一块海带啊，这么大一片啊，得吃上个年了半载的，收了。哎，这个海葵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哼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大补。哎，这还断了，又来了两只秀恩爱的皮皮虾。哼，行吧，把你俩都带走，带回家去继续。前几天有个小伙伴跟我发私信啊，说让我抓个大水母，抓到的话全班同学都会关注我。呵呵，你还在吗？发现一条大长腿啊，哇塞，这还吸上去了，我去，哇，带走。你看你看你看，又是一对，你俩应该是一对情人背吧。哈哈，哇，成双成对啊，不离不弃。嘿嘿，小可爱，你往哪里跑？我发现你了，别跑了。哈哈，可爱的小河豚啊，这个螺好看呀，外形挺独特的，拿起来看看啊，看吧，做个装饰品啊，应该还挺不错的吧。这谁的定情信物啊？啊，怎么到处乱扔呀？哈哈，发财了，哇！今天的天气不错啊，看看远处蓝天碧海金沙滩，走吧，赶海喽。这鳗鱼真难抓呀，抓住了。呵呵，你看它那妖娆婀娜的身姿呀。发现个猫眼螺，这个小家伙有点害羞啊，给它挠个痒痒。收了啊，收了，这里边有货，是个八爪鱼。我去，吸得太紧了，出不来了，这八哥真会找家呀。又发现这海螺壳，哎，感觉有点像那个白玉的那种材质，带回家做个装饰品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？哎，不知道这个。哟，还活着，这是条海鲫鱼的宝宝啊，我们当地也叫它黄鲫鱼。这个鲍鱼的壳颜色不太一样，哇塞，有点紧啊。送给隔壁老王吧。发现这螃蟹没藏好吧？收了吧。快看，好可爱的小八爪鱼宝宝呀，这么点儿，喜欢这个小可爱的打个666吧。这只大海龟呀，它正在吃一只水母，咱们就祝它长命百岁。